适合胆小鬼的爱情攻略啊，这个有点难啊，因为胆小鬼就是什么都不敢做吧，就是默默的喜欢，默默的看着喜欢的人交了男友之后结婚，生了十个儿子之后抱了100个孙子。你假如是这样的胆小鬼，那也喜欢太久了吧？假如你真的是个胆小鬼，你什么都不敢做，那你的爱情攻略就是整容，让自己变帅哥之后祈祷对方会喜欢你。除了这个点适合胆小鬼，不然什么都不做就要去追到一个对象，这难度太大了。但假如你是一个愿意尝试的人，虽然害怕但愿意主动去练习带领对方，那就会好做很多。吸引女生是个技能，这是一个你主动练习就有机会学会的技能，就不一定要整容啦。因为有些丑整了也救不了，就真的丑，像我就整容也没救了。